好，群里的各位朋友，大家中午好。那今天呢是2021年5月29日，星期六啊。这几天我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啊，一个是我们中国的监管政策啊，对这个数字货币的监管政策。再一个呢，我们常规性的关注的就是央行数字货币的落地的进程。今天呢，看到这两个挺有意思的，拿来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啊。一个是这个标题叫"数字人民币拉新大战啊，企业客户难推广"。这是我们说官方啊，就是主渠道，人民银行货币研究所，它不是制定的数字人民币叫双层运行啊，说是银行是第二层，原来六家银行是吧？工农中建四大银行，然后加了邮储，加了交通，现在加了一个网商银行，对吧？叫七大银行啊。在推广市场的过程中啊，我们看以前只是报喜不报忧啊，报喜不报忧。但是我们早就说过啊，你真的以为这一推就推得出去吗？哈哈，今天啊，所以建议大家看一下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。老百姓真的喜欢你的数字人民币吗？啊，这标题都已经说明白了啊。企业啊比较难啊，那个人难不难呢？大家打开看一下啊。第二个呢是一个截图啊，这个截图是别人发到群里面，我很好奇啊，很好奇啊，然后就说这截图怎么回事？他们这个截图来自于河北省政府的一个政府工作报告，2月份啊，我们省领导许勤同志做的报告里面，勾画的一个蓝图啊，就是将来可能在雄安新区有个我们国家设立的数字资产交易所啊，数字资产交易所呢，不一定就是让你交易比特币、以太坊的啊，大家有这根弦啊，可能我们会有很多国产的，我们叫它数字资产啊，虽然不知道具体会什么，但是，可能跟我们习惯的虚拟货币关系不大啊，比方说前两天啊，我们国家领导在这个贵州啊，搞这个大数据啊，就还是金文委啊，副总理刘鹤同志啊主持的这个各地啊，要这个大数据产业，大数据产业必然会有数字资产化这么一个话题啊，而且呢，我们说这个碳中和啊，碳达峰，它也会有相应的金融产品在市场上交易啊，我们觉得河北省勾画的这个交易所啊，主要以此为主，可能也会啊对接啊目前全世界人民都热爱的比较特殊的币啊，以太坊这些东西啊。那列举了几个优点啊，这是国家开的，那不会拔网线，那当然了啊，国家开的那肯定不能拔网线，这个是放心的，也不给你随便动卡，那当然了啊，你进去之前就把你审得清清楚楚啊，你是良民啊，可以来交易，坏人啊，不但不让你交易，而且把你送到 YC 去啊，这都是情理之中的。还说那个什么资金是银行托管啊，这个可能就有点多此一举了啊。一旦采用了央行数字货币啊，银行就显得多余了。我们知道，在这个传统的国家监管之下的，我们说，比方说股票市场、期货市场啊，资金都是由第三方托管的。啊，根本就不存在跑路的可能。你到海通证券也好，平安证券，你开一个账户炒股票，那个资金你存到了平安，但是平安立马就存到了受监管的账户，就平安方他没法动用你的本金的啊。你自己炒赔了是你自己的事儿，但是绝对不用担心
公司啊，就是为你服务的券商，把你的钱也好，把你的股票拿去挪作他用啊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这个在20多年前，我们中国股市刚刚兴起的时候，这是太普遍了啊，太普遍了啊。你只要当时努点力啊，赶上好时候啊，你如果是一个证券营业部的小头目啊，你就可以啊，那一下班3点一收市啊，有的人买了股票他就不看了是吧？对吧？你把他的股票就可以自己操纵了啊。明白吧？你可以用别的股票挣钱了啊，很多人就挣这笔钱啊。那现在呢，这就是违法的，甚至是犯罪的行为啊，叫挪用客户保证金啊。你看这个市场多好呀，国家规划多好呀。有人说，怪不得国家现在要打击这个啊市场交易什么啊，原来自己要开呀。可以这么想啊，也可以这么想，但是也别想得太好啊。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这个市场啊，我的观点是啊，我们国家在建设市场方面啊，它建设的市场啊是能够符合国家的意志的，但能否让每个投资者赚到钱啊，那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啊。举个例子，就是那个新三板啊，新三板。这里就讲的啊，前面真实的市场和虚拟的币啊，先讲什么叫市场啊？市场就是买卖双方基于自愿原则啊，实现交易的场所。那么我们这里讲的市场，主要指的是金融市场啊。金融市场呢，我们可以想象啊。经验过的，比方最典型的股票市场啊，外汇市场啊，期货市场啊，甚至它有很多衍生品啊，里边还有啊，有这个衍生品啊，期权什么啊，都在里边交易啊。股票里面也可以做指数啊，融资融券啊，这都是。那么传统金融市场里面啊，最让人头疼的就是股市啊，是吧？人们股市，中国股市啊，最大的特点就10年前3000点啊，10年后还是3000点啊，跟任何国家都不一样啊，你看多稳定啊！但实际上，它股市里面也是天天有大起大落啊，有人赚到大钱，有人赔的毛都不剩，有人负债累累啊！任何金融市场都是这样的啊，金融市场都是是以买卖风险、承担风险为存在它的使命的。那么中国股市为何如此奇葩呢？啊，因为中国股市啊，它服务的目标啊，是为国企改制服务啊。不是为你老百姓发财服务啊！你把这个想通了，你就理解了啊，理解了。新三板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新三板就是现在已经玩不成了。那么中国的上海证券交易所、深圳证券交易所，原来我们叫它主板市场，后来仿照美国的纳斯达克，又搞了什么创新板呀、科技板啊？那搞了好多年，终于搞出来了。搞出来怎么样呀？不得而知啊。我毕竟好久不炒股了。总之啊，作为普通投资者，这个市场好不好，就看你能不能在里边安全的赚到钱啊。这个市场呢，不是能保证你天天赚钱，一直挣钱，主要要保证你不要去经历意外的风险。啊，什么叫意外的风险？最典型的，比方说拔网线，对不对？这属于啊非常恶劣的行为，是吧？拔网线。再一个啊，由这大户啊、庄家恶意操纵啊，任何市场都避免不了庄家的操纵啊。但是啊，
恶意的操纵啊，这是任何金融市场都是要打击的啊。在传统金融市场，这都是明令禁止的犯罪行为啊，犯罪行为。但在数字货币交易所，这个是无可奈何啊。就是因为目前我们的交易所啊处于无监管状态，之所以它处于无监管状态，就因为我们的法律还没有立下来啊。那么昨天、前天我们看到啊，这个大家都在引用币圈良心哥的这个他发的文章，有的正规的媒体也引用，就是说央行约谈了李林啊，就是火币的老板李林啊。还有 OK 的老板许明星啊，要配合监管啊，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潜在的利好啊，这个你完全可以理解成将来啊，火币和 OK 有可能在我们中国合法的存在啊，它目前还是个境外的公司，从法律上它是个外国人在外国开展业务啊，只是针对中国人开展业务了的这么一个公司。你对中国开展的业务又在中国政策啊禁止之内，啊，按理说你就属于非法经营啊，非法经营不存在约谈你、监管你，非法经营直接就是勒令停业、驱逐出境。然而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啊，只是跟他约谈啊，说明是给他留了活口的。还有一种风险啊，中国特色的风险就是政策风险啊。而且这风险特别有特点，就在于，本来你觉得市场风平浪静的，该涨涨，该跌跌嘛，市场就这样嘛，习惯了嘛，突然啊，它一提示风险啊，这风险真就来了。股市啊，期货市场啊，数字货币市场都是这样啊，尤其数字货币市场更搞笑啊，因为这个数字货币市场不是你国家开的。而且技术上，你国家也管不到，你想关也关不掉，对不对？老百姓自己玩的东西，哎，就这么一个市场啊，国家都没有动手，只是吼了两嗓子啊，在报纸上发个文，就能让比特币一天啊跌50%啊，首先是因为这国家太牛逼了啊，什么这市场太脆弱了啊。人们的再一个就是庄家太凶狠了。其实这个你要说是就把这个韭菜都吓怕了，都在那抛售啊，也不足以造成这么大的跌幅。那真正是背后的大机构借机啊打压市场啊，借机打压市场，然后方便他，对吧？他在5万多把比特币卖掉，然后掉到3、2万，他再买回来啊，他就多赚了很多的币。和很多的优啊，是吧？这只有大户机构能做到啊，啊，这是我们中国的官方以提醒有风险，以风险警示为名义而制造的风险啊，这个不限于啊数字货币市场，其实股市上也经常如此啊。炒得好好的，官方出完出政策，市场就一片乱啊！这是意外，就让投资者遭受意外的损失啊！对于普通投资者啊，我管你什么市场啊，能让我安全的赚到钱的市场，就是好的市场啊！你要从这个角度，你要更爱你自己和你自己的钱的话呢，你会发现啊，政府色彩太浓的市场，真的，一般的小散户啊，真的还挣不到钱呢。尤其是挣到大钱，你心里就更不踏实了，对不对啊？尤其是如果国家开一个数字货币交易所，你都是用 DCP 入金出金的，哎呦，你挣多少钱都清清楚楚的，啊，你交税是不可避免的，因为你挣太多了，哎，那事儿多着呢，你自己想吧啊。就跟你企业开红火了之后啊。你想经历的一切都是一样的啊！也中国啊，你做个小老百姓还好啊，你事儿做大了，钱挣的忒多了啊，等你钱多，你就会体验的啊！你观察一下中国那些所有的有钱人啊，为什么一发财第一件事啊换国籍，第二件事啊
就是在海外成立一个家族信托基金啊，现在流行叫家族信托基金。比方说呢，海底捞的张勇夫妇啊，移民新加坡，设立一个家族信托基金，就是我这钱全部归这个基金所有了，我的子孙后代只是这个信托基金的受益人啊，我犯了任何事儿，这个钱已经不是我的了，你去查也查不着，收也收不着啊。但是我子孙后代可以享用这笔钱，因为那个市场啊，我们讲市场的前提，公平自由的买卖啊，公平自由的买卖。市场就是买方、卖方、需方和供方，那么市场作为第三方，就是中间场所啊。传统社会的这个市场呢，我们说它是自发自然形成的啊，自发自然形成的。那市场呢，肯定要有人维护秩序的啊。我们以这个美国为例啊，美国200多年前啊，开始有期货交易所，后来有了股票交易所啊，曾经每个州都有，后来慢慢的就是互相收购兼并啊，目前啊。基本上期货交易所的合并成一个啊纽约交易所了，原来有什么芝加哥交易所啊，农产品都在那儿啊，还有什么纽约商品交易所啊，你其他的什么化工产品、石油产品在那儿交易啊，现在的互相啊，因为现在计算机技术发达了，网络发达了啊，都在网上交易了，也没必要用什么实体的所，但是它这个监管啊，那市场的监管一定要公平，你要保证市场的公平运作，同时啊又要尊重买卖双方的意愿啊。他到这个市场来啊，他是愿意承担这个风险来获得这个利益的。而我们国家经常做的事啊，因为这个有风险，我要打击他，我要控制他，结果把市场就搞成了一团死水。啊，新三板就是这样的例子啊。要么呢，就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啊。我们说这个，我们国家嘛，是90年代初啊，才有股票市场的。当时呢，我们国家是积极向西方学习啊。我们国家没有，因为解放前有过都关掉了啊，认为那是资本主义啊。91年开始搞证券市场啊，但是大家都不会搞，怎么搞啊？当时派了很多人到国外学习啊，那个单位就叫联办啊，全称是中国证券市场设计研究中心啊。这个联办很奇葩啊，它的上级主管单位不是央行，也不是财政部啊，居然它的上级单位是总参。总参是干什么的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。不，现在这个单位还是存在的啊。中信证券的老板啊，王某明啊，就是从那出来的，派了一批年轻人到英国、美国学习啊，学来了就是照搬照抄啊，抄作业嘛。所以我们国家证券市场发展非常快啊，发展很快呢，结果中国人又好赌啊，就把市场差点玩烂。因为呢，美国市场它是没有涨跌停板的，我们的市场当时也没有涨跌停板，哎，那时候。股市也真的可以，中国人憋了这么多年，几十年啊，终于有一个可以一夜暴富的时候了啊，是吧？那庄家操纵起股票也是可以把一个股票一天拉上100倍、上几十倍的。那后来一直到97年底啊，97年底那第一次人为熊市啊，就是市场过热了嘛啊，91年开始有股票慢慢的起起落落的，哎，后来发现有人在里面挣到钱了。全国老百姓都来炒股啊，那是国家也要发展股市啊，因为那个股市可以吸纳民间资金，帮助国家建设呀，啊，一拍即合。结果啊，就发现这个市场风险太大了，然后就提示风险。那怎么提示呢？就在人民日报发社论啊，人民日报有个特殊的角色叫特约评论员啊，连发了6道评论，一个月发一次啊，老百姓不为所动，反正那个股市越来越疯狂啊。是吧，也就跟这个币市一样，该涨垃圾股也是飞上天啊，后来国家是生气了，是吧？
光喊话看来没有用啊，那让银行从银行动手，因为中国的钱都要从银行出来呀。你现在你回头看我们这个三协会的这些什么啊，他也是向银行这边银行你不许给他通道啊，银行你的钱不许进到这个币市去炒币啊，但是他有一个地方老百姓自己的钱啊，他真的管不着啊。他真正的风险警示，他是说给那些啊单位听的啊，如果不及时的明确一下这个界限，有很多啊以单位名义的钱啊，比方说金融机构啊，那些炒股票的证券投资基金啊，啊，他也像那个灰度一样，我也成立一个基金，大家去炒币，那不就乱套了？那个可是大头啊，啊，那个钱随便出来一两个就比我们老百姓多少人的钱加起来还多，那个币价不就飞上天了？那确实是有风险，那个就叫个人风险向社会蔓延了啊，因为那个钱本质上也是啊老百姓的钱，那样子，所以啊，我们回头想一下这个风险警示啊，打击啊。比特币交易啊，都是从这个角度啊，也就是他能管制着的地方啊，他该也必须要管的地方。但是不，这个消息可能被市场充分的利用了啊，进行了过度的解读啊，过度的杀跌啊，杀跌肯定是因为有更多人想进来，甚至有点阴谋论的想啊，因为我们那个777的地址出来的4000个以太坊啊，到了哪了？到了火币啊，就是他自己在火币还开的地址，到那干嘛去了啊？一般来说，这个币到交易所就是去卖的啊，但是他卖 PT 的币到市场，他不是变现，他是去砸盘的，他就是配合背后的神秘力量去调控市场的。N12就是如此啊，啊，N12因为那个。实锤了嘛啊，那么多机构，那么多查币的机构盯着，就指名道姓就是你 PT 干的，而且这个查到那一条啊，那么这次啊，他只看到我们的币在动啊，因为我们的以太坊和比特币动得非常隐蔽啊，他先是把几万个币分成几千，在第二层再几千分成几百，然后几百个几个，就四层之后都是以个位数的，最多是，不超过两位数的进入市场，啊，你知道他干嘛了？不知道，啊，他中间还有混币技术，还有搬砖技术，甚至还有合约，还有 DeFi 的，啊，五花八门的花样多着呢。只看到啊，这个币进去之后，比这个以太坊又不涨了，啊，如果天朝官员在那说啊。这个市场太疯狂了，风险太大了，要那什么什么的，结果市场不为所动啊，还在那天天涨啊，还那个什么狗屎还天天上天，那我们天朝的还是要面子的嘛啊，我们那么大的官员讲的话，你居然啊，是不是？你总得响应一下，对吧？回应一下啊，你看。现在大家看到啊，天朝政府一发威啊，这个是地球的抖三抖啊，何况数字货币市场啊。实际上我们回头看这个三协会的呀，这些东西啊，它就是画了条界限啊，对这个虚拟数字货币啊，他认为是啊，不具备货币功能啊，风险极大，不适合作为投资，那同时这银行证券保险的资金你首先不能进去，也不能用虚拟数字货币设计金融产品，哎，为什么？因为现在我们说虚拟数字货币已经进入了 DeFi 时代， DeFi 时代是可以把你传统金融什么银行干的最多的是不是借贷，我用 DeFi 就可以代替了，而且利息啊，借出去利息比你这个低啊，回报率还高啊，保险是吧，我们讲过 DeFi 有保险
啊，什么信托啊，那些东西完全都已经由虚拟货币对应的产物了，又安全又准确啊，特别是流动挖矿啊，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群友开始搞各种流动挖矿项目啊，流动挖矿你看起来就跟我们的智能狗搬砖一毛一样啊，天天收益可变现啊，何乐啊不为？而且呢又极其安全啊。有待推广模式地啊，而且十层地啊，真的比你PT 还玩的嗨啊，而且比你还安全。为啥？他都不用实名注册。哎，这个什么意思？大家太明白了啊。还有不待推广的啊，你就自己买这个币啊，存的单币挖矿，它生下来另外一个币啊，那个币还天天涨，看起来。太像 C 叉了，太像自行盘了，但是人家那叫算力挖矿啊，是吧？里边确实有很多啊，就是自行盘的变种啊，但是也有一些少数的真金子啊，有真有技术基础的，你们想玩的自己加强鉴别就行了啊。我本人还处于学习阶段，也没啥好推荐的啊。我了解有这么个事儿。体验过很多，就是那种掉坑的啊，一个币，特别是那个我们去年玩的大姨妈的反盘吧。大姨妈我们说是个烂尾楼啊，它是技术上、生态上，目前我们也是无懈可击的，只是不明白那个项目方突然消失了，我估计又被盐城抓走了，否则无法解释后面的一切啊。但是现在有很多像它的反盘，就是说你大姨妈能做这么高，不就是因为你流通少吗？行，我发行一个1亿流通的，不是1万个币流通的啊。然后我们人人都往里面添加资金池，天天这那个添加资金池的过程，那个币很容易飞个十几倍、20倍啊。那先玩的人就跑了，或者有的人就自己起的盘子，因为起盘子没有成本。你现在到那个火币生态链上。它都是程序化的，一键发币啊，坏人们听着了，你可以一键发币啊，你发个币，你池子里面你放上，比如说你在火币链上你放一个 HT 的币，HT 币现在14美金是吧？你那边发了1万个币，那你的币价不就是14除以1万吗？啊，然后你找几个 C 叉的群啊，找几个托啊，你自己往池里加上。那个币1万个币，你自己拿个2000啊，然后你再把那8000个啊空投啊，投上2000个是吧？你空投现在大家都热火，空投其实就是骗别人来帮你做广告啊，你最多送你2个币，然后建个群吹牛逼啊，你看我们这就是什么什么，很多就是这样，他就吹，你说这个币能干啥？不知道啊，就是少少了怎么地？你看大姨夫都上天了，因为他少，我们这就是第二个，很多这样的。刚一起盘0.00几啊，灭零，3天就灭了3个零，啥意思？1000倍了。然后你刚睡醒，怎么又归零了呢？啊，因为他跑了。啊，这里面风险也是巨大的，这是没法监管的啊。对真正的监管了啊，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是好事啊。只要你不要求过高啊，能有一个安全的，你不用担心谁拔网线。谁撤资金池，谁跑路或者发个假币啊，也不用担心这些了啊。至于这个啊，我们说这个在雄安要设立的啊，它的可靠性应该是非常高的啊，尤其是由政府部门宣布的啊，就是它有可能啊，你就是。管中窥豹，以点带面吧。那既然你河北省这个打算，那别的省也会有别的打算，那中央层面也会有中央层面的打算，就是很可能会有国产的数字货币交易所啊，实行严密的监管下啊，里边可能会有啊，也可能没有我们喜欢的那些特别的币啊，但它肯定是用。我们的 DCP 啊，充当稳定币的啊，因为 DCP 特别适合充当稳定币，就是因为它带这个数据跟踪、数据记录功能啊。有了这个币啊，很多要实现的监管目标啊，一招解决啊，你不用再派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啊，沟通那么多的网络要
因为传统监管，你是监管其实就是一种执法呀，你们证券市场监管啊，你的有个发达的计算机监控系统，也盯着每一个人的那个股票账户啊。为什么经常现在看到那些查出来的，一下有个公司是吧，他开了100多个账户啊，自己买自买自卖自家的股票啊，就被查出来了。那怎么查出来的？是不是都有一个强大的计算机跟踪能力啊？是吧？啊，这些，但是这些只要有了 DCP 啊，就很好解决啊，很好解决，是吧？那么我们再回头看今天早上推荐的这篇报道，哎呀，真是干货啊！这么长时间，终于有个说实话的，就是说这个央行数字货币真正的不是那么好推理啊，尤其是企业啊。综合这个报道的看作是，就是说这些银行呢，它是上级安排的任务，就是你必须得推啊，有目标，有 KPI 指标，就是一个月一个员工你至少推20个啊。这个对我们做 C 叉的人来说太简单了，但对他们来说有难度啊。银行的钱包呢，一般分4个等级啊。第一个等级就是强实名，就你到柜台去办理的，强实名的，它没有限额的。那么最低的四级呢，就是你用手机注册就行了啊，不用到银行办理，但也绑定银行卡。那么就说一天的限额是10000啊，一年是50000啊。还有一种就是对外籍人士的啊，外国人啊，没有中国身份的，那可以不用实名啊，大家可以联想一下啊，外国人啊不用实名啊。这个里面讲的企业不爱用啊，推的时候呢，个人呢你一发红包啊，他为了贪小便宜去注册个样，注册一个数字人民币了啊，企业他说不爱用，为什么呢？第一，他认为不习惯，因为企业目前还是用网银习惯啊，企业也很少出去扫支付宝的，那大企业它都有企业版的网银啊，这个我都用过啊，就你要你一个企业，你在工商银行办理的结算啊，银行会上门给你的电脑里安装一个企业版网银，那个上面都可以调拨资金，比方说你开个建筑公司啊，那些劳务费啊什么的啊，你都可以从那边打出去啊。劳务费啥意思？可以提现金啊，一般这个企业结算账户必须走支票的嘛，别人的支票进来，你可以从那边现金到他卡上啊，都很方便的啊。那你突然让他用数字人民币，他肯定是觉得不习惯啊。第二个更要命，人家说的没必要啊，没必要，是不是啊？再一个可能是啊，不排除啊，有些企业已经被我们 C 叉过了啊，人家没说出来而已，人家在等那个国际钱包呢，是吧？那一个流水还有2个点的红利呢，不要白不要，对吧？这文章是啊，讲到这个市场推广中啊，就是官方到现在为止啊，试点数字人民币啊遇到的困难啊，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啊？没有人用，为什么啊？为什么呢？啊，其实很好理解啊。第一个就是没有这个习惯啊，我们已经习惯用微信、支付宝了，你这东西跟它也差不多，我干嘛要用？对吧？那理解不了啊。那这个记者写这篇报道的记者呢，也开了一些药方啊，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就是要有投入，要有场景。啥叫投入啊？啊，不就是发红包？你那种投入是不可持续的，你不能总是靠发红包去获得客户啊。这是，而且你这个是双刃剑，你发了红包他就来啊，那红包花完他就不玩了啊。你一直发红包他一直来，但是一直发下去你发不起啊。中国14亿人呢，啊，你14亿就一半吧，也不是一半，就2个亿吧，2个亿你都发200红包就200个亿啊，你发吧。哪个银行发得起啊？分摊到你10个，是吧？而且非常没有必要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这样获得的纯粹是劣质客户啊，红包用完我就搁一边了啊，没准就卸载了啊。
他提出的场景啥意思啊？就是有些地方你就必须得用我央行数字货币的，非用不可的啊。他提出的就比方公共事务啊，因为我们现在到政府部门办事啊，国家国有企事业单位啊，你要到平常的商业消费场所，你看很多场所它不光一个码，有微信的、支付宝的，还有别的码啊，全摆那儿啊，你能扫啥就扫啥啊，反正都是来钱就行。啊，那你再无非再多个码啊，对商户来说，我再多摆一个码嘛，不就是，数字人民币嘛，你客户爱扫啥扫啥是吧？反正收的都是钱，都是一样的。那么这样呢，你央行数字货币显示不出特殊性啊，就没有制造出一个让别人非用你不可的理由。那么这个记者提出的歪招是啥呢？立功办事的时候，比如你到社保公积金啊、交党费呀、反正公家开办的机构啊，你必须且只能用央行数字货币，这样好是好，但这样是不是太不尊重老百姓了？啊，你要给老百姓一个选择的自由，老百姓怎么方便怎么来嘛，反正这里面走的都是人民币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理由也很脆弱啊。它最佳的场景，我们说。它最佳的场景就是交易所，能帮助你解决以前想解决不了的监管问题啊，是吧？央行数字货币啊，那干坏事成本就高了啊，很容易把说人家不敢用它干坏事了，比方说偷逃税款呀，灰色收入啊，什么洗钱呐，是吧？央行数字货币一出来啊，就解决了。那么数字货币，我们说虚拟货币啊，比特币、以太坊、USDT 啊，最让政府头疼的就是坏人用它来洗钱嘛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嘛？很简单嘛，你把这个稳定币就让它用 DCP 啊，用 ECNY 啊，用数字人民币去替代 USDT 啊，这问题不就顺利的解决了嘛？啊，但是这个替代。但是在国内啊，就像这个构思的啊，不管你在雄安新区、什么大湾区或长三角，搞一个国产的，啊，与世隔绝的啊，这么一个国产的数字，我们叫数字资产交易所啊，好是好，但我们说这个市场啊是必须开放的，你如果与世隔绝的话啊，会有一个后果，价格不真实啊。对吧？你就像双轨制一样啊，而这个产品是世界性的市场，如果你把它割开了，那就制造了一个搬砖套利的机会，是吧？哎，我用 GCP 买的比特币是30万，我用 USDT 就是20万，哎，慢慢的就有人在里面做这个套利生意，是吧？这是搬砖嘛，是吧？挺有意思的啊。这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。是一个，就是这个我们说我们最初和一直以来的潜在的对手啊，Facebook DIM 啊，DIM 它现在彻底挥刀自宫了啊，他说他只是一个过渡性产品啊，过渡性产品啥意思？他是说，只要你数字美元一出来，我就退出啊，那么你没出来，我现在就是为美国服务的吧。我们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啊也好，我们推出央行数字货币啊，数字人民币也好，最大的起因啊，最大的障碍啊，都是美国啊，都是美国，而不是 Facebook，是因为 Facebook 是美国公司，它要为美国服务，它就成为我们的敌人了，它就成为我们的对手了。那么他现在不搞了，或者先过渡，最后把接力棒又交给正宗原版的数字美元了，对我们的威胁是少了还是多了呢？我觉得是多了，他终于露出了真面目啊！等于说以前的虚晃一枪，搞什么跨国的跨主权的
都是假招子。最根本的，它就是数字美元的前身啊。还有啊，它会把这 Facebook 底下的27亿用户拱手交给美联储。那么我们怎么办？是吧，我们目前没有一个27个亿的用户的平台啊，我们的微信啊，抖音啊，是吧，再加淘宝啊，什么京东啊，它的客户是重叠的啊，大部分是中国人啊，往多里算你就十几个亿啊，你抖音有海外版啊，你多算几个亿啊，你也能顶得着别人一半也不错了。还有一个，我们知道啊，普通老百姓叫外国人啊，对这个数字货币啊，他是顾虑的啊，最大的顾虑就是隐私安全啊，担心个人数据泄露啊，并且他们本来就没有这种第三方移动支付的习惯啊，你要引导他。我说未来啊，数字货币时代啊，这个数字货币就包含啊各国的央行数字货币啊。那么数字货币主要依赖于网络平台，它主要的应用场景都是在网络上发生的啊。那么平台对它的能否最大的啊获得市场啊有决定性的作用。那么回头想想啊，我们光有一款国际钱包，这个规模还太小啊，而且再不出来啊，就像大家担心的一样啊，什么都凉了啊。所以我们呼吁啊，我劝天共重抖擞，是吧，布局一个开钱包，好吧。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啊，谢谢啊，祝各位开心啊，谢谢。